哇，这里还有很多。咦，这个是鱼哎。你要吃鱼吗？这个呢？那个、哦，那个是一个生鱼片。生鱼片就是鱼的肉肉。那这个可以拿来切菜，在上面切。老板，你那个要翻面哦，不然会烤焦哦。哦，要给它翻过来，对，不可以用手，因为很凶哦。我要用它拿一下，拿上来。哇，你好像专业的厨师哦。用手拿一下，卡住了。袋子啊！哇，怎么这样？要放好，好拿上来，怎么掉下去？嗯，这一块肉肉好像煎炒了耶，可以吃的吗？还没，还没哦。老板，我要煎一块披萨。那我要煎一块红萝卜。给你一个苹果，你要煮一个苹果吗？对，我拿起来就好了。